非常再次不再次谢谢舍琳，然后跟他对唱的呢是我们铁花的村干事大大先生，那他等一下也会有他的个人日文翻唱演唱翻唱的部分这样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紧接着要欢迎今天上半场的最后一位，他叫做千鱼。好，我们先欢迎他好了，欢迎千鱼。那他特别去换了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上衣。嗨，大家好。哎，为何如此笑？你看得出来我这个衣服的那个吗？他的梗。好，其实呢，只是因为就是穿着工作服，然后那个工作服就会很不好看。它上面有一些涂鸦，我不想让你看到，所以我又换了一件更有涂鸦性的衣服来也是我的那个，就是我的一些污点。是你刚刚的涂鸦已经上电视了，没关系啦，我想应该都被挡住了嘛。如果他们懂的话，应该会有乌云。刚刚的那个 SNG 气象车，好，然后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装扮很古怪。就是要让你们出其不意，搞不好等一下我就会摇呼啦圈，你都不知道。拿上来，好，那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呢，这首歌就是它，其实我真的我也是很喜欢听老歌的人，可是我不知道这首歌它也是翻唱，就来自日文的翻唱歌曲，然后这首歌叫做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，送给你们。这首歌我相信你们应该有听过。菲菲姐的，我也烫了一个菲菲姐的发型，为了今天。不啰嗦了，我们先来听听看怎么办。就由我带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送给你们。
巴士上跟他招一下手，他就停了。最近台东很热，那个叫什么火红热火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讲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很快就第二首歌。第二首歌，他其实，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七年级生是吗？是吗？是的，点头大了一点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好，接下来的那下一首是有八的吗？没有吧？是八十几岁吧？因为那个这一首呢，我要唱的是，因为我有买他的专辑，那他是刘若英的《后来》。那我真的也不知道这首歌也是翻唱是日文歌曲，那我们来听一下。Yeah.
后来献给大家。那个社长，你要准备吗？10分钟哦，因为我们要休息10分钟下课。好，那我们上半场的活动就到这一段落，下半场还有更精彩的一些日文翻唱歌曲。那大家可以上个厕所，再点杯饮料，或是点一盘烤肉。今天的活动上半场哦，没有烤肉，对不起，今天没有了，卖完了，因为。没有啦，那个猪最近有点发霉了，一直下雨。好，上半场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课10分钟。